争议嘛、啊，有一个还有一个空缺行动，等了几十年。没有空缺，现在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杨祖强是休假，所以呢，休假期间，哦，这个他其他的职务一切暂时了，暂时是由大臣来执行他的这个职务啊。那么过后呢，西门之间会再去商讨啊，看情形，到时候再适当的时候再做出这个这个决定呢啊。不要着急哦。我们这个我也不是我可以回答的，好 ，OK， 好。